手表爱好者们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，这里是您与手表之间的超级枢纽。今天我们为您准备了一款激动人心的礼物，这款实际不仅概括了制表的丰富历史，还引入了最先进的功能。进入 Middleburn Chanley Chronograph Memphis Blue， 这是一款将经验美学与精致完美融合的手表，与我们一起探索这一非凡计时杰作的复杂细节。我们从设计开始吧。表壳采用高抛光 316L 不锈钢精心打造，兼具耐用性和精致美感。30米防水表壳采用全镜面抛光，外观光滑。右侧为滚花表冠，两侧为一对椭圆形计时器推杆，为设计增添了一丝简洁和功能性。阶梯式表圈不仅增强了视觉吸引力，还能让佩戴者能够欣赏表盘复杂之处。最重要的是，带有双面防反射涂层的平面蓝宝石水晶优雅地放置在表盘上，即使在具有挑战性的照明条件下，也能确保卓越的耐刮性和易读性。这款手表搭配了一条有纹理的蓝色橡胶表带，弯曲的一端带有快速释放的暗针，并由不锈钢柄扣固定。轻轻弯曲的凸耳为手腕带来完美贴合感。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表壳设计外，这款手表毫不费力地与正装和休闲装相得益彰，体现了计时手表的精髓。现在我们来把注意力集中在表盘上。 Baron Chanley Truly Moonshines， 除了迷人的蓝色外，这款手表还拥有多个表盘表面，三个金属饰边战略性地将副表盘与主表盘隔开。从外部开始，外环通过月牙形指针显示日期，环绕着在所有12个小时位置都用标记装饰的分钟。在这种复杂的设计中，副表盘容纳了两种非凡的机械复杂性。在底部有一个计时12小时的计数器，具有月相显示。前进到9点钟的副表盘，它可以跟踪运行秒数，并提供24小时时间读数。最后在12点钟位置，计时码表30分钟计数器的副表盘包括星期几和月份的光圈。所有指针包括银色和抛光的时针和分针都是完美的刻面，为整体设计增添了一丝精致。反转手表可以看到一个带蓝宝石水晶窗的拧紧表壳背面，展示复杂的机械工作原理。为 Baron Chanley 提供动力的是源自 ETA A05.221 的 Middle Caliber 60， 提供小时、分钟和小60秒，以及计时功能和完整的日历显示。它以 28,800 bph 的转速运行，配有防磁性 Nivochrome 游丝，在完全缠绕时可提供60小时的电力储备。时代 Middle Baron Chanley Chronograph Memphis Blue 手表拥有42毫米直径、50.2 毫米凸耳到凸耳长度和13.3毫米厚度，起均衡的尺寸，确保手腕舒适时尚。运动型橡胶表带实现了完美的平衡，增加了一丝不拘一格的感觉，同时通过其小巧贴合的链环，确保了无与伦比的舒适感。除了增强舒适性外，表带的设计还赋予了精致的美感，使手表整体成为一个更引人注目、更完整的配饰。总的来说， Middle Baron Chanley 系列的最新成员是一款非凡的实际，散发着优雅的品味。自动月相计时器和日历机芯的加入，展示了 Middle 令人印象深刻的工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Baron Chanley 合理的定价增加了它的吸引力，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赢家。凭借其卓越的比例、卓越的规格和显示的复杂性，这款手表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笑容。这就是我们的设计，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对这款手表感兴趣，请联系我们，链接就在下方描述中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段视频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并点击铃声按钮查看更多即将发布的视频。欢迎与我们联系，回报丰厚，未来可期，所以请继续关注我们，感谢收看。